评论区给刷出来，因为今天我们相对就是播的有点晚了，也很怕大家为了等我们而就是没有吃上饭，一定要好好的那个把饭给吃上。然后，因为你之前也发了一些练习室舞蹈视频嘛，那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或者说没有发的舞蹈视频可以，会跟我们持续的分享吗？会，之后会有，还会有别的练舞的视频，就是我前段时间一直在学舞嘛，然后基本上学到一支新舞，如果有非常喜欢的，我都会打算拍下来，然后发给大家看。对，但每一个可能都会形式不太一样，对。好的，那其实我们应该还是有很多的库存在等待发出来起来。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嘛，叫这个脑洞很科学，就是因为这也是你自己平常很喜欢去玩这种推理类，或者说是那种需要烧脑的游戏，对不对？就是你自己可以阐述一下，就是为什么会想要喜欢玩推理类或者脑洞类的游戏呢？我就是喜欢，然后因为我觉得挺刺激的。平时这种推理的游戏我玩的比较少嘛，然后因为前一段时间就需要刻意的去锻炼一下这个技能，所以最近玩的就比较多。对，是因为我们后面有很多值得他们期好像待又的游戏，卡了，我要不重新开一下。要不把那个空调什么的关掉，然后把热点关掉，可能是你这边看到弹幕有一点点卡。